再忙去吧，啊！崔胖子抽什么风啊？你他妈好好看看你自己干的好事。我又不是医生，是不是？你请病假你也请不到我这，就他妈因为你那一脚。生的意思，我他妈因为你那一脚，我他妈生不了孩子了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来来来，过来坐，来。崔爸，你别着急。没错，很多年前我是替过你一场。那时候咱们不是都年轻嘛，也事出有因，都是因为夏小红的事儿，对吧？既然现在出现这种情况，咱们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怎么处理。实在不行，这样，我出钱，咱们到北京去找个大一点的医院，看看还有没有。李建华，怎么他妈冷静了？啊？这是我生不了孩子了，你生不了孩子，你也这态度吗？那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嗯，想解决是吧？我还真有个办法可以解决。啊，你有想法了？那你说说，没关系，你说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他妈也得给我断子绝孙，自己割了。崔爸，咱现在不是孩子了。出了问题，咱冷静解决，好不好？你别瞎胡闹，这算什么呀？舍不得。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来，我帮你。对吧？干什么呀？帮你他妈够了！崔爸，你别瞎闹！他妈别管了，绝子，别冲动！崔爸，快点去！你别冲动，别冷静点。我崔爸，干！崔爸，你给我冷静点！哎，你，崔爸，你冷静点！崔爸，主任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崔爸，住手！住手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别电话，放开我！住手！崔爸。你怎么能动刀呢？这不是犯罪吗？别用那个报警。哎，算了。行，建华，等着，放开我！哎，看什么看？上班去。看见艳阳了吗？艳阳，艳阳他在后面还没出来呢，他爸爸准时来接他。每天都来吗？嗯。嗯，那这样，姑父再见。哎，好。
文扬，爸爸，你放学了，来。哎呀，哎呦，陆文扬，啊！今天学的怎么样啊？啊？可以啊。妈妈给你做好饭，今天早晨你来。怎么会呢？你就跟我走吧。不走，我走不动了。